主任，卑职请求严惩。我为什么要惩罚你？谁都有犯错的时候。你一直以来对党国忠心耿耿，我不但不惩罚你，我还应该嘉奖你。卑职不敢。 徐主席和吕司令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校长的命令是阳奉阴违，我本来是想从他们的手下入手的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忠心耿耿。再加上林瑶和张玉林，他们的婚姻更加巩固了吕司令的军队，这也应验了我一个疑惑：为什么我一直给他们派师长，他们不接纳？坐下。那就是说，师长的名额应该在 林权和张玉林当中诞生，你觉得呢？卑职认为，张云林的可能性更大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通过这次行动，你可以看到，特派员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了。这就是校长高瞻远瞩，下的一步标棋。您的意思是？ 派特派员去拉拢张云林，听从党国调遣，这不太容易吧？我听说这张云林很难被诱惑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只是要把特派员派到前沿去。张云林他们敢公然对抗我们，但对他的兄弟未必下得了手。但是通过这件事情，可以看到秦文英对党国是忠心耿耿。 再以后对自己人也再那么怀疑了。是。主任，我觉得这次袭击事件不能轻饶他们。那能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拢人心。其实我也得到了情报，说这两个人暗中跟共党勾结。 武汉现在对南宁也虎视眈眈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，掌握徐旅的一举一动，防止共党和武汉的渗透。卑职明白。我本来以为秦文英会发火的，向我告状，让我严惩你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却在为你说谎。 多谢主任提醒。了解，从今以后，不管有任何人欺负你，我一定豁出命来保护你。别说傻话了，没有人欺负我。我二哥已经不是三年前的二哥了。对，我看到了，三年前的秦文庸。 我觉得他死了。谢谢啊，我要休息了。我真的看不懂你。你在甄别我吗？ 林秘书为了你不惜冒险闯第15师政治部，可是你却毫不领情。他们要是懂得我的命不是自己的，他们就不会去闯15师政治部。郑主任对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欣赏，文庸。 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跟我说真话。你跟林秘书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吗？
哪儿那么多真真假假呀？对了，我听说你经常和郑主任的太太他们去打麻将。对呀，南宁这里太闷了，你一个本地人也不陪我出去走走。哎，等我好了呀。 真的吗？那可说好了，不一片人。现在没有外人在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你。 这话不该你说，党国的利益比亲情重要。你们担心二哥，怕二哥受到伤害，这我都知道。可二哥说的是理，理在先，情在后，你懂吗？老二、老三，咱们兄弟一起上路，黄泉路上不寂寞，走就走。 憋不住了，我真的憋不住了。
听谁说的我是共产党啊？那你们看我这样，我像吗？你要是敢动，我就开枪！那这是岂有此理啊！那凭什么要抓我啊？你们有证据抓我吗？啊！今天非得上这个茅房，我肚子就是不行了，我得上茅房，就得上茅房，我就得上茅房，我不行了，我走，啊你们放开我，别动，你们黑人们抓老实点，你们放开我，老实点，你们黑人们抓人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啊你们放开我，啊，乡亲们，你们看他啊，他们随便抢人的裤子，啊，你们看一看，放开我，老少爷们，你们看他啊。他们随便抢人的裤子，老电话人家抢劫啊！你看看，他们随便抢人的裤子，老电话人家抢劫啊！你看看，他们是我们共产党。尽一切办法逼他指认。是。那个何老板死了。下去。是。那个，处长。贺老板死了。派人来检查。是检查所有东西吗？
车，掉头回米店，把米店所有镜子给我找出来。你想到什么了，志啊？刚才贺老板一定想把情报传出去，他拼命敲打车，其实他敲的是摩斯密码，意思是镜子，他的情报一定藏在镜子里。舍弃生命保护这些情报，但他们也是人，是人就会留下线索，而这些生活用品恰恰能告诉我们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。我们就是要钻进他们的身体里、脑子里，把他们藏在最深处的秘密挖出来。进来。报告主任，行政人员到了，请进。报告主任，秦文庸前来报道。行了，文庸，赶紧进来坐。坐。何科长，省政府那批文件你看过了吧？看过。你的大哥张玉林因为整肃军纪，把我在贵军当中安插的一批骨干全给我清理出来了。我去找他谈谈。不是找他谈，我们现在要谈的应该是他。我不明白主任的意思。你大哥张玉林和林权，那可是吕司令的左右手。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大哥拉到我们这边来。我大哥这人性格直率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我认为这应该是合适的，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比较特殊。一，你是特派员；第二，你跟张玉林和林权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在他们两个旅当中，再收买一批得力的军官，为党国效力。主任，恕属下直言。现在在贵军中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，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领袖，没有党国，要的只有钱。
那才是他们的大业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可以向南京政府申请一笔资金为你转用。另外一点，根据香港的情报，共产党在广西的兵运计划已经启动了。一方面，我们要阻止他们的骨干进入广西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尽快的在桂军当中发展一批我们的队伍。 卑职将竭尽所能，但卑职经常出入贵营，少不了要交往各色人等。我担心，又会有自己人在背后疑神疑鬼，落井下石。<笑>你说的是小鱼吧？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吩咐过他了。 密码，你进来。这叫镜像字，在欧洲14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用来记录了。没想到共产党用这个方法来传递消息。通知米店，把所有东西都拿过来，而且检查过的东西再用这个方法重新检查一遍。是。 站长，这么多东西，干了一个晚上，别太辛苦啊！这些东西呢，都得收好了，别落下。哎，好嘞。你们别太辛苦。好，谢谢长官。哎，再见。 进，特派员，你来了。你先出去，我换身衣服，然后我们去找于处长。是。
报告，发现信息。报告，这边也发现信息。把所有信息汇总整理，组织破译。是。绝对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仔细检查过。对了，秦特委员在外边等着您呢，有事跟您说。干活都得仔细点啊，斜着点。秦特委员，主任刚刚跟我说了一个事情。是吗？嗯。正好我也有事要找你。哦，那去我那儿谈谈。这里人多眼杂，不太方便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哎，公务缠身。大白天的出去不好吧？我谈的也是公务。那好吧，走。你去忙吧。是。行。好了，卖烟卷，卖烟卷了啊！卖烟卷，卖烟卷了，卖烟卷了啊！于处长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？特派员对这里很熟悉呀。我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我父亲是这个会馆的馆长。哦。我听说南京分水码头、旱码头，旱码头。指的就是这个会馆，这里的人都是听着英剧谈买卖。我不明白于处长是什么意思呀？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跟着特派员听听戏。里边请。不管外面什么样，只要炮火没打进来，这里的人还不管谁当家呢。只要有生意走，不管合作的是谁。特派员。哦。于兄年长我几岁，叫我文庸吧。那于兄来找我也是谈买卖的。文庸。你看这老百姓活到最后，不是为了一口吃的，你我何尝不是如此？是啊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没有大洋就有烟土。像我们这些吃官粮的，表面上看着风光，可实质上也要勒紧裤腰带的活着，对吗？现在有个发财的机会，如果你感兴趣，咱们可以一起发家。怎么个发财法？主任特批了我一笔经费，用来发展吕司令队伍里忠心爱党的军官。咱们可以一起合作，有钱一起赚。你想私下里拿钱？官差嘛，就是既要把事情办了，就要喂饱自己。你可以列出一批可以发展军官的名单，贵系军官这么多，最近调度又这么频繁，多出十几个人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你不怕被查出来吗？我就是来监察你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啊？我早就听说，于处长洁身自好，
不近女色，不贪钱财，有个外号叫石佛。我就是来试试，被党国效忠，称为不会怠慢。石佛见钱眼开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我都说了是开玩笑了。兄弟，当真了？前些天于处长还在查我是不是共产党，今天就来找我谈买卖。没用论断，烦请处长给我讲一讲。实话实说，你身上有太多证据让我不相信你了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是共产党，你不会做这笔买卖。说来说去还是在查我。不管怎么说，老子也是南京政府委任。你三番四次查我，真当我是软柿子？都说了，这是我之前的想法，我现在就是真心实意想跟你做个买卖。好啊，唱得真好，演得也好。于兄，今天难得偷闲，我们先听戏吧。没有，今天你就先看戏，这事儿咱们下次再说，啊？余兄，这个买卖我答应了。不过容弟弟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想拉我下水就别想自己不湿鞋。到日子我把钱准备好，每个人四成，剩下两成分给经手的兄弟。那以后，咱俩的脑袋就拴在一起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为兄帮忙的，你就说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客气？余兄，什么叫客气？文庸真的不懂。我现在就怕这买卖做不长久啊。你知道吗？徐主席的弟弟，共产党的头目许赤远已经来了，这说明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跟共产党勾结。真的？那就发财了。回去等我好消息吧。不送了。熟悉的乱码，而且猛的看上去像是坏账。你看，那后边还有呢。这里是所有信息吗？是。这是一至六号账本，我们在上面没有发现中共后面的行动情况。只有六本。第八号账本没有情况，我亲自看过。第七本呢？第七本缺失了。
谁还接触过这个张波？有，但是没有他。是谁？那个秦太平去过政务室，就待两分钟。两分钟？啊，对，就两分钟。两分钟。首长，要不要告诉主任？没有这名时机，你觉得我麻烦还不够多吗？你来看，这上面标注的截止时间，是我们来到南宁之后的第二周，而这个时间，很有可能就是贺老板与接头人见面的时间。按照这个时间去查。那天我们这里的人谁休息？处长英呢？回来。后面这些话我从来没有说过。明白。明天早晨，特派员来了以后，派人去他的住所搜查。他走了以后，派人去他的办公室搜查，让刘德去。明白。回来。啊，是。禅理中苏醒，耳边狂飙在呼啸，领略北风独行，血流在身躯，却隔离生死距离，黑白交错的瞬间，领略北风独行。啊，情非得已，忘记我今生的缘曲，许你来世那个秘密。啊，手足痴心，
用我今生的武器，许你来世的拥抱，我就是那个秘密。火已经燃起，不能被轻易敲熄，所有痴心的守望，就是这个谜底。